อ่อนยอมอีจงเลยตีก็ได้จ่าเทียจงพี่ชะละยงเสียใส่ต่อเนี่ยชะละหลอดดอกหอมม่องทอกเลยอ่ะแต่เนาะวันทัวเตอร์เนี่ยดอกหอมเป้ม่องทีวีเนี่ยนะกูอยากแก้ยังว่าเนี่ยเราจะนอนในกูกูว่าอ๋อถูกควายยุติธรรมก็ทายอยู่เนาะว่าเป้ยังต่อเน้นเตะหรือเทียว่าพี่เขาไปอ๋อถูกกูตีม่องชัวตัวได้เฉยชัวตัวกูจะรันดาเป้ท่าเนี่ยเราเป้ม่องทีวีเนี่ยเรามองเนาะม่วนเต้าเราหรือกูเป้สาวเป้าว่าเป้ยังต่อเราเล่นเตะมั่วเชี่ยหงจิ้งก็
那叫虚数一点点，很相同，相同，有相同地方。系统系统，系统系统。那后代这个喝水的后代呢？那哪一点？那边养后哦。后哦。嗯，先是后哦。后哦。嗯，后就是后呀。后后的一样。哎呀，嗯，后哦。哦，哎，哦，对。
吃饭喝酒，我们说喝酒，别的喝酒，哎，那还得咋？那怎么说？喝酒，喝酒，喝酒好酒，不一样，不一样，要喝酒。OK，所以，我们那叫好酒。 哦，一样，一样，一样了，就，那古古也就在就在了，他爹爹那边话，啊，在河北是西路的那嘛，也好，等到在家个北方人都包，对呀，比主要在高压下底啊，露露那一样的露露来，莫露露，白天就有太阳，所以太阳呢，我们这边说露露呢，北海的那点露露太阳，你们怎么说高海的？哦，太阳，上我们说，蓝海。 蓝台，哎，OK，蓝台，蓝台，蓝台要露露，太阳，太阳，露露，啊，那还得讲，那叫拉哈，拉哈，蓝台，拉哈，哎，然后呢，月亮，露丽，月亮，我们说露丽，啊，那还得讲，我们说是拉啥，拉啥，拉啥，哦，拉啥，这一样的嘛，一样，拉啥，拉啥一样啊，那。 比如说这个鸡，你们怎么说？都该，都该，都该，我们说的该，都该，都该就是鸡嘛。啊，鸡，该，该，啊，该，哦，我们说，该，该不是就大，那那那是应该叫啊，该，该，那一样的啊，该是该，啊，对对对，该，该，该，这一样的嘛。啊，猪呢？波呢？波呢？那会的，波的就是 pig。 哦哦，对对，pig，在巴，东坡，那还在，在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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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呢？在大大伯，哦，对，稍微变了一点点音，变了一点点，就我们没这样，这些人呢，就北卓海龙峰的呢，所以呢，我们就比较有语言，就是主要，这样，这样，很先进，这样了。那个好，接下来呢，这个。 飞鸿啊，你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民族的啊，谢谢，一个明星啊。那你家里呢？就告诉大家一下，我们美国民族的同胞想知道啊，高压一头梦，我莫讲别的，被梦出来天，底下领导那在啊，非啥保密，只能告诉看，告诉前任，好像那家那开门就到北啊，那你啊，父母亲啊，哥哥姐妹啊，有吗？弟弟啊，这些。 在我七岁那一年，七岁时候，因为那时候呢，我父亲已经不在了嘛，嗯，然后呢，接下来呢，你七岁就开始学习功夫，开始学功夫了，啊，学习苗家功夫，苗家功夫，对，是在哪里学的？在家里吗？还是在家里。 在家里，我们苗族那时候我叔叔他们，在苗寨的，苗寨里面的，包括苗族的那个板凳拳，嗯，还有苗家的那苗家棍，嗯，所以就开始是学这个苗家拳和苗家的板凳拳和苗家棍，所以这最基础，但是基本功呢就是都有我们苗家的这个拳法，就是。
开始七岁开始练，苗家一个是棍和板凳拳。嗯，接下来的投稿笔呢，这个应该笔的认得绕这笔梗，那么我们蒙在都记下了，我们倒在带到这种笔梗，你看他的，接下来的那这啊，米的家哥听话啥了么？啊，这偷偷哥哥哥到带到用了，刚好用了么小的，我的那我布斯利好那这啊，我接下来就是说啊，你开始学的，这是我们苗家的一些功夫，然后呢，你为什么叫？ 喜欢啊，李小龙他这个方式啊，嗯，李小龙是一个偶然的一个机会，嗯，那个时候我去市场上去赶集，嗯，小时候被人家欺负我，啊，但是我看了李小龙的电影之后，嗯，我觉得是看到一个英雄的形象，嗯，所以我要学习李小龙的功夫，把苗家的功夫和李小龙功夫来融合到一起，结合起来，啊，要开始练他李小龙的这种截拳道。 我就小时候有个英雄梦想，我要学功夫来保护我的母亲，保护我的家人，要强身健体。对，好，好，今天差不多了，这些搞啥的呀？那英里头个妹呢？这个提到抓起来，这些老天说个念了老是的，那这叫莫丁能碰到导游，碰到山西导游，这些嘞这搞保布斯的话，给台地台有都看看的，莫能碰导游，山西导游有就到地台有都看这个天里小林布斯的叫带到龙搞。 第一台这个八道个热天都总统晓得天，这个在我梦着得到天，不是在带到叫了照给那个谈的那样，接下来的不容易啊，然后有啊，嗯，这个谈的那这有还龙鹏路学习小朋友的呢，我给么？接下来的呢，这我高考我给么学的呢了？啊，这里古包这高古呀，一头个讨论的给我，嗯，到在到大了这高古了么小，我母比天啊，我人家给找人家在学一头么工作每天那这为了么他个给那这接下来呢，就是啊，你学了把那个功夫武术学好了啊，出了这个功夫以后，你还成为了我一个演员啊。 那时候是从2006年的时候开始做演员，2006年就开始做演员，首先在我们内地的湖南卫视、中央电视台，还有东方卫视很多的综艺节目，去表演我们苗家的功夫，比方说上刀山下火海，苗家刀苗家棍，然后后来才去在这个霍元甲和陈真这个电视剧当中去演那个。 陆大安，嗯，跟你喹到了，就是我们毕业用移民的这里个毕业呢，这个过来的头二天找到了么？这个印象还的，那那这就说的，龙姑么？给谁讲送了么？托带到大还是北方来的啊？带到自己彼此啊的，么？他进来么？这个哦，那我手他进进这些啊，那我老说到那么住在老到龙，我那给了带带到了，等到夜的那的。 过去一头去洗到北方，就自己那了么？我用很我，那那了再去说哎，那我刚还得好专业那么样的探讨，对我，如果再去说呢，好了老那么样，这故到，那么能到路我多差天，那故莫干么找了好几天的给啊，个比我人家再去洗的那多么那的，故也好用些，对呀，你还有什么要加这个演员拍电影的这个吗？嗯，嗯，其实拍电影里边的好多东西就是。 我会把就把那个苗家的这个功夫融进去了，嗯，比方说有的时候现场的一些吃火吐火，嗯，还有苗家的那个飞刀，哦，哎，所以就是这些东西我就把它融进去，啊，包括苗家的一些拳法拳术里边，它就不是少林武当，它是苗族拳种里边，就是根据场地的大小，嗯，比方说大的它的拳法大的，如果小的它可以，嗯，可以对不对？它可以。 可以，就是根据场地的大小来运用，嗯，然后呢，就把那个苗家的功夫融入这个电影电视里边去，啊，嗯，这是这样，要去投个么搞的这样，投个么我母辈那老了嘛，搞么北方家自己这么搞着好，这比这点啊，那我脚个脚点，哎，飞刀，飞刀，个脚点，然后那个接到点那天，飞刀，飞菜刀，飞斧头啊，这些都可以，嗯，接下来那这我。 高古别的可能这些，可能这门刀牙个，我北方自己这么招呼叫学着做几天，也这么搞，这么搞得好。那这个也靠个用生产刀牙个，那个人家做代谢很好的，天，我个这么讲得好。啊，这个你。
开始拍电影的时候，从你开始到现在呢，就拍了几部电影嘛，是这样啊。头个毕了，我那大学呢，老不说大学那个地方，我八了，我都不去的 movie 了，天。嗯，到现在从2006年到现在为止，电影电视现在有20多部。哦，啊，比方说，新版的霍元甲，嗯，精武成真，嗯，自古英雄出少年，嗯，勇者无惧，嗯，剑河，还有泰山功夫，还有很多这些加下来就大大小小也有20多部。20多部了。嗯，啊，这些的这个对我。都能够带着带母币都被啊，就能说都晒了一下，这些人都那些，两边都到嘛，姑姑要增加加点带的这些，好老些，搞得我都能够带都被，就梦都晒了，这些人在那，姑姑也好哇，就说那么还那样，这啊，偷人的给我人家的姑姑报告嘛，我那我得到了上到了电视晒天那这哇，除了拍电影呢，你还是啊还有表演，比如说在。啊，有过节的时候啊，啊，我们过苗年的时候啊，啊，你还要做了唱苗歌啊，唱苗歌啊，吹苗族的乐器啊，哎，嗯，是这样，你每年都表演，是吗？每一年都表演，嗯，而且就说我表演在过程当中，嗯，第一次传播我们苗族的功夫和我们苗族的精神，嗯，还有我自己创作的苗族的歌曲。嗯，这些都是我自己作词作曲写的歌，哦，我想把苗族的，就是苗族的音乐，嗯，苗族的舞蹈，苗族的乐器和功夫，嗯，融入到一起，在这个电影当中，然后就是把它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嗯，哦，孟的孟功夫啊，是我们苗族的功夫，嗯，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嗯，因为我们是民族的东西，就是世界的东西，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呢。在我们身上来说，就是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我们苗族的音乐，嗯，苗族的武术，需要我们去做。嗯，这些那几套呢？还有一点就是我跟所有，还有我们王老师，其实在我们贵州啊，啊，也一直在做很多公益事业，就包括去大致我们去给那些孩子，嗯，去演讲，他是义务去演讲，嗯，有时候我跟他在一起，嗯，就是咔哧，我们咔哧5-6个小时到那个山。嗯，到了很远地方去给那些孩子做些捐赠，啊，还有给，比较农村，啊，给孩子在，包括我们在，他在鼓励那些孩子，嗯，就是在演讲，就要鼓励他们。嗯，你们现在还小，一定要好好读书，孝敬父母，一定要长大要为社会做些贡献。所以，我们王老师在那边的时候。嗯，鼓励我们，也影响了很多那些年轻人和小孩子。年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棒。啊哦，好，谢谢你这个印象还挺透亮的。给我印象第二天，包括了么？那我莫给那我的印象十点钟到，他车天好老，他么的这个印象还挺。木到扎车里去，就是嘛，木到带路上面买不少，带木啊，那把车别得用，忙没买的那了，只还忙还说了，还能等到哎，搞了老多木了，我能用了，更多更多了，后年后子我都能用，天那这样，好那人家一看就讲，等到闻到呀，就总能嘛，忙天说天，等穿人在路在吃，一个人在那结果一看用，第二个他早他结婚搞了，那结果要他们去早结婚搞还的，搞了呢。啊，搞以后，新到地到我母辈的那，大家搞过种，伊都土红果天，搞过种他们接的，搞豆红果，搞豆香果这些天那的，啊，那那，我们农民就搞好的，就你就说一下，除了这个啊，当演员啊，啊，这个表演啊，啊，这个作词作曲啊，作词作曲啊，然后你还是一个歌手，就是说还是一个歌手啊。那你就说一下你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这个唱歌了？因为你唱歌还是挺好。其实呢，我是先做演员，嗯，后来才唱歌的。嗯，一个是苏我那时年带个马拉红糕。嗯，对。然后后来呢，我就觉得就说，我们苗族有很多的音乐都非常非常的好。嗯，所以后来我就想，就说要通过我自己的。嗯，对，我自己的创作啊，我要把苗族的音乐，嗯，然后我觉得就是呢，因为别人的一些流行音乐呢，我觉得就是别人的，对，也不代表我们苗族的，自己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出去要有自己的歌曲和自己的作品，对，包括我也是苗族人，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个苗族的这个音乐，嗯，要把它揉进去，是，我觉得也非常好听啊，对。这些人那里搞好，跟我说点一下的，搞我那那读读我人家给大姐搞过啥的，好忙了，没有好走近的给那那我上班上啊，说半途中很，这个我被忙的说半途叫了么？
ฮูเตอร์ตอนนั้นเอ็นทัวเตอร์เป็นพวกในชาวช่วยพันธุ์ก่อนหมดดัดได้เที่ยนะเจก็เที่ยวเรามีปีหุ่นก็เที่ยวเรามีช่องก็เรื่องเด็กก็ทานก็เที่ยวเขาย้อนทางเราไปเที่ยวเลยกูเวียนทองก็ตอนได้แล้วในกูเวียนทองก็ไอเดียว่าเก๋กูปอกกันฮูเตอร์ย่างก็เลยเดี๋ยวเขาจึงเจ๊งด้วยมาจากก็ฮูเตอร์ย่างก็ไอเดียต่อไปพวกในสีเยอะเดี๋ยวเรื่องเดิมนั่นเองก็กูผู้ย่างสีเยอะกูย้อนก็เที่ยวนะเจเยี่ยมจริงนะก็ย้อนก็เลยนะเจ๊ะอ
我已经看到你唱写很多的歌词啊的歌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一首歌，就是哇有关我们啊先帝啊苗族战神的蚩尤。那你说一下吧，那个这一首歌呢是你自己编的还是它的原来是怎么样？ 这首歌呢，就是稍微把那个我们苗族的文化和现代的音乐来结合来做的一首歌。嗯，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苗族同胞都知道，就是蚩尤是我们的先人，是我们的老祖先。嗯，所以我觉得就说要歌唱我们自己的整个记住它，对，记住它，所以后来才写了这首歌，对不对？这你自己写的？嗯，自己写的，然后也是。 用我的那个中央北京的老师，还有电学的老师来帮我一起来创作这首歌，所以就说蚩尤传奇、蚩尤魂嘛，蚩尤魂。那所以就说我们都是蚩尤的后代，我们用来宣传宣扬我们祖先，就说创造的农耕文化，然后包括这些就说所有的一切的这种文化，说我说要用歌曲来表达它，哎，对不对？嗯，就比方说，蚩尤啊，蚩尤，我们的先祖，你是唯物的战神，多情的渺望，你激励着我们勤劳善良。 源在古老的文化，源远流长。蚩尤啊蚩尤，我们的先祖，你是唯物的战神。 多情的渺望，你激励着我们勤劳善良，愿这美好的文化源远流长。对，很好，很棒，很好。 歌词是很好，还歌词词写得好，还有那个鼓励人，我觉得这个非常棒。接下来这个广告了嘛，跟赵恩杰录了一首的《荣幸》啊，然后我那故意了么，草被蒙的路大绕，那么你叫早天了么后早地要，我地要的这个广告个这些的地要这些被蒙读，然后我有功被蒙读叫被蒙要一读战神的一读，我然后我读着么本事很么，然后我叫被蒙不得无老的这些。 然后，广告呢？这个台前一个收听，你知道我呢？北京啊，然后我中央电视台吧。是中国那个春节晚会的导演。哦，OK。然后，因为要么还不么到好几百了么？那个还算的，我下给我，然后我们到北京了，这个收到广告，这个我到广告那个一个中央的，然后呢，就广告呢，就呼了么巴掌的北方了呀。然后呢，鼓了么他们去做海的。 给我干这点那鼓鼓包的干这点，个个都背包要靠了。这点呢，那个叫点那点点点点这，我接下来这你就解释一下啊，你上刀上的时候，那个刀是一个很锋利的刀嘛？是，我有把那我看到那个。是非常锋利的菜刀，很锋利的菜刀啊。你那菜刀是在美国买的吗？搁到点那干干到底说对了，要干嘛？我到底在前面干呢？是在美国用的。是美国用的。上刀山是我们。 苗族来祭祀，就说，节日的时候，专门来表演的一种节目，就是男人要会上刀山，会下火海，然后呢，就是这个人要有专业人士，专业要跟师傅学了，才做这个祭祀的，不是每个人特别去小孩，不是每个人特别去模仿、不去做，那么所以就这个节目就是一个是对，一个是勇敢者，要代表一种就是说。 我们上刀山下火海，就是祈祀那些不吉祥、不吉利的
Tswv 把它驱改掉，然后我们面对新的生活之后，我们要勇敢去面对，男人要敢担当，所以要挑战，所以要做一个苗族的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所以就说，不管是哪一个上刀山之前，他是都有一种信仰，就说。 我上刀山是代表我们苗族人一种勇敢者，向前进，向往未来生活的一种象征。这些呢，就要他讲了，他讲这行，我要点彩礼嘛，叫老些。一看那个别人在他讲的，他讲这行，我特别叫老了，这样呢，叫老母亲，叫老我头，我胸前，别么的给了那叫老多少些，但是嘛，只要是说都要么我到，你就要读的能力。 ต่อให้เนี่ยจะโปรเฟชชั่นอลเกิดเดียวเมื่อสิ่งที่เจ้าละมันก็จะเกิดเดียวเก่งก็จะจุ่มชดเจียนนะเจียนจะไหลก็เติร์ดอย่าเต็มอย่าเต็มเนี่ยวันที่ไหลแต่ว่าแต่เจียนเนี่ยวันที่ไหลเนี่ยก็เติร์ดอย่าเล่นนะเจียก็ยังไอ้ตัวคือหนึ่งเติร์ดของเราชั้นนอนมาก็เทเลเราหมดไหลเจียเขานอนมาเนี่ยเจ้าละมันเคลียร์ไปเจียไปยังไอ้ตัวสิ่งหนึ่งมองเลยนะเจียไปยังจุ่มจีซ้อนชายเด็กเขาเก่งยังหมดใจเลยจ้าเจียเต็มเราไปจุ่มโตหมดไปแล้วหน
ก็ตัวแต่ได้เกเผอนาชงเราตาที่เขานําว่าชอบทอดแต่มันก็ตาเลยเนาะว่าอยู่ตัวสิ่งนั้นเดียวโอลูเชตัวเชตเตาเทียวตัวเชก็ยงในเดียวเขานั้นเดียวอีกข้อคือนาเกว่าเนี่ยนาเจเตียนะมากูปอกันเจเตียที่ฉะนั้นเจกูว่ายงเชก็กูเปลี่ยนจริงๆเขานั้นเปเทียอันที่มันในกูยังทําก็ไอ้ข้อแต่ก็มาก็ไอ้ตัวนี้เนี่ยเธอเป็นมองรูปแบบแต่กูยังมองกูยังมองนะครับอย่างนั้นเจว่ากูสารทําก็ไอ้หลอกอะไรเดียวใช่ว่าก็เขานั้นก็ มาเนาะว่าก็ฮับปี้เลยจ้ะเทียว่าบีเลยจ้ะความมองเราจริงๆเหมือนแต่เราก็เทียนะเจว่ากูสารทําก็ไอ้หลอกอะไรเดียวใช่ว่าก็เขานั้นก็มาเนาะว่าก็ฮับปี้เลยจ้ะเทียว่าบีเลยจ้ะความมองเราจริงๆเหมือนแต่เราก็เทียนะเจว่ากูสารทําก็ไอ้หลอกอะไรเดียวใช่ว่าก็เขานั้นก็มาเนาะว่าก็ฮับปี้เลยจ้ะเทียว่าบีเลยจ้ะความมองเราจริงๆเหมือนแต่เราก็เทียนะเจว่ากูสารทําก็ไอ้หลอกอะไรเดียวใช่ว่าก็เขานั้นก็มาเนาะว่าก็ฮับปี้เลยจ้ะเทียว่าบีเล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苗族人勇敢善良，嗯，但是有的人他没有真正了解到我们苗族的时候，就是误导了我们的思想和智慧，嗯，其实我们对对对对，刚刚跟你说的因为蒙了嘛，因为蒙一直能写到写融融很多事，蒙一直能到都有给蒙在这来的，对蒙一直能陪路的呢，就是嘛，蒙一直能融很多，可能要考虑各家了开了这个蒙一直能融，那么要，你说你继续说，因为我在我们苗族里边，我是苗族的功夫的传承人，嗯，所以就说我到哪里，我是一个影视苗族功夫演员，嗯，我到哪里我要跟他讲说，嗯，古有梦，嗯，古有梦。嗯，对，我是这种感觉去啊，等一下，我要去传播苗族的文化。啊，对，我是一个善良勇敢的苗族，我们非常热情好客。嗯，嗯，所以我觉得我也说出来，嗯，让更人知道，哦，苗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啊，我们是一个很善良的民族。嗯，让他们知道，嗯，当今社会我们很和谐，让更多人了解我们苗族文化。所以我说，我发自内心，我去那里，我说啊，古有梦了，嗯，啊。古龙背后往背后，古有梦啊，古有梦啊，嗯，哎，我觉得就可以说出来了。对，自己热爱自己，自然而然就出来。自己要热爱自己的民族，嗯，别人才会尊重你，嗯。如果你自己的不热爱你的民族，谁能尊重你？所以我觉得，王老师这块，我觉得他对自己的民族，嗯，他非常的有这种，自信，嗯。所以我觉得，自信。尊敬自己的民族，别人才尊敬你的民族。对对对对，如果你对你的民族有什么害羞啊，那个不尊敬啊，那别人就更看不起你的民族。这些人的那些更狭隘的，古人懵了，那些古人参加古人被懵，古人拆他怎么的，古人懵，古人的古人拆害的，古人懵，古人怎么了，古人懵，这古人呢话。对我只穿古龙白蒙了，这老女孩能还要只穿古龙白蒙了，这可能就要一考去路遥去老行，我的那我考去高保，可能这个就一度去穿白蒙龙白行了，这啊古荣幸，我就很高兴，我看到，对，你有这个想法啊，各位主，你尊重你的民族嘛，别人要尊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对啊，比方说我们在中国。我们也有很多其他民族的朋友，傣族、蒙古族、新疆、藏族，有很多朋友。他说啊，我有个苗族的朋友，飞鸿啊，王飞鸿是我的朋友啊，啊，他是苗族啊。嗯，我说觉得就一样的。那为什么我有藏族的朋友、蒙古族的朋友、有汉族的朋友？所以就我说，天下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要学会包容啊、理解，然后相互去换位思考。
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和谐的社会。所以我觉得我是苗族，我也没什么就是不可以告人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苗族，包括在美国、在泰国、缅甸、老挝、中国有很多民族。所以我们在汉族这大家庭当中，我们都是一个大家族。所以我也告诉他，但是我是苗族，我说我们苗族，哎，我就是苗族了。你我也不可能是其他的民族，我就是苗族，我真的就是苗族。不要懵，不要懵啊！对，不要懵，不要只要留还能，就好像不能被要懵，对啊，那不要懵，就好像说对嘛，别不能都还能力哇，还能转，还能移，还能喊，还能。动还能当当当木的是嘛？那你们人还得去古还要猛的，特古龙贝的猛的，老老还能听，等到饱的古龙贝那古龙贝古纳土古要猛，就听纳土古要猛，用些个王牌红歌，这一头个车嘛，改变龙贝猛的那啊，那我你要背我的那个，天要背土个我的那我的背几扎木，那些背猛了的要背还得啊，就是对我们苗族啊，就是有。像你这样的就是我们的骄傲。告诉一下，都有多背，背我的背几扇门，我的背卡太高。我应该做的，我应该做的。更紧要，我个人的点一下，我用先导的可能。好嘞，那你们这一次来美国啊？用了你多在前面干了，都晒背蒙了在前面干了呢。哎了，那我头个多个啥来着？啊，头个鸟当然带了，个二边通了，个啥来着？就是你来美国之前呢，有什么感觉？然后你在美国经过了两个星期的这个访问，你们终于要回家了，有什么体会？你啥来着？天，大家多了呢？说来话长啊，我们没有来之前呢，就说我们。知道这边美国明尼苏达州啊，包括加州啊，还有美国好多地区都有我们苗族同胞。我们来就是首先来就是来看看我们的苗族同胞。所以首先是抱着一种神秘而来。对，同你多嘛，你估计啥的，你包人包那些被蒙人没敢带，那么能到快超的。多了的影响啥的，越多完了，那我晒就是运气到爆，他在华南区就是影响啥的，可能一下永恒是那样。然后我们到这里之后呢，就说，得到我们美国苗族同胞的热情、盛情，各种各样的来对我们的一种接待。我们感觉就说，首先非常的开心。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就说，到了我们苗族同胞的。家里没有让我们去住宾馆，没有住酒店，还住在我们苗族同胞，我们王忠硕家。也感谢就是说我们李小姐的安排，也感谢她的这个穿针引线。所以我们到了明尼苏达州之后，到美国之后，感觉到家一样。然后还好，这些人点点人啥的头，领导的是头都上给没敢带那些。故意好的用很多好的冰封的电脑嘛，故意好的莫写到写用写到用写在到那的，等到我估计莫到一下好多基本是中度的，好老的也都多没敢带那的，其他莫不到我等那hotel 来了，好嘞，莫不跟那冰封姐那冰封度个地，我要放松说，我要台湾的姐姐那都到那的，那就莫不到，其实估计莫个就不到，其他就莫等我那莫我那里那个呀，翻翻车呀，等那的可能估计一下个。这里啥的，各种上面干带那了，那这里啥的，要那路接了，天的，一样过的各种上接，那没干带那了，天，那是什么样？对啊，然后彩礼呢，你什么有什么感觉吗？过年刚好不没得去，啥的家庭啊？我到了美国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也带着一种神秘啊，那也算是我们破冰之旅吧，就是说，到了美国这里，感觉到我们苗族的同胞，我觉得我们整个全世界的苗族同胞，第一个本质善良，我觉得是全，包括我们的家乡，我们也一样的善良。所以我觉得我到了我们这里，看到我们的同胞这么善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苗族的那种本质，善良、热情、勤劳、智慧。所以我觉得到美国看到我们这么多同胞啊，在各个领域行业那么优秀，我觉得，我感觉到看到你们这么。幸福，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同胞，我非常的自豪。
จ้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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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จ้
not junior or take a shore and the low or your ETG in the door that you're not cook up with a mong and a set and a more day. Not one of Jutian at the car, cool how politician at the as I just when it is a G4 to shoot and Nishi type your woman, the Jongguo, a great old Chen who mail tied a some way. 所以呢，我们你一来到这边，我们这边的也有挺多的苗族领导啊，就像我们的这个侯议员啊，对，昨天我们见过，你有什么感觉呢？啊，你也是一个领导，所以你要说几句。嗯，是，我觉得美国这边，我觉得看到我们这么多的同胞和这个这么多领导，我觉得你们都非常的。 智慧和非我们很低调，看到你们这么低调，我觉得对待这么接待我们同胞，我觉得那么热情，那么低调，我觉得这是我们苗族人其实当了领导了都没有忘本，也没有把自己的同胞忘记掉，我觉得这点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尊重，也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嗯，能想到雅各古报道的，北方的用人家这个多少地多了，各个人一都能够寂寞些。 啊，就么有都看做好些些，这个都保得成了，个个人保到一点，北门也得成了的，这边啊，那那话北门嘛，比好还行了，多么的些，这边到一头闹些啊，比啥嘞？但是那个风好点闹了，种出了种都闹得过还就到大，就是嘛，北门得到闹些了，北门已经到北都，等到话就不还得北那，晓得一下，哎呀，这下个要地铁那得过去，就没得好给，我那我就老些老，那得过下那再到晓得个用些，杨哥是那过用些，这个好给保那天，那得话。 姑姑，我除了阿贝老路啊，姑寂寞到了天，那杨伟的那个去了，姑要昨天从哪那段打开了，就是啊，你们在美国的时间是很紧的，对吧？我们那你们马上还有一个约会，所以呢，我不想再打扰你们的时间了，就是我还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在古老路打开呢，那那姐我里我。 告伯木啊，我古吹了，古弄阿彩的，阿彩个他们就是根据他路上那样的写作，被中风下去的，就是你很简单的讲一下，我们中国贵州苗族迁户苗寨的一个历史文化，这样给我们大家听一下吧。嗯，好，我们中国我是来自中国西江。 贵州西江千户苗寨，嗯，我们那里的苗寨有1500多户，1500多户，人家1000天接驳路节能，但是嘛，他们只是用1000的这个字嘛，但是其实是有1500多，1000多，实际上只是说它是千户苗寨，1000以上，就是这个名字而已，嗯，但是它，因为就1500多户，因为我们那里是。 在整个全世界苗族聚集地最大的地方，因为有很多地方都有苗族，它是这里有一个村，那里有个村很分散，但是我们西江千户苗寨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对，现在那那这个嘛，他们去到搞啊，搞过来，对，现在的路上嘛，没一千的几百的，一两的，起码龙北嘛，一千以上，那就叫龙北是的，叫叫我们叫这一那么一千。 一千几百的亿，天要路绕个，梦要种差不多，要得好，梦要说对啊，那像那明天种的是嘛，一号要路绕，那要路绕呢，就去种，就去千户苗寨嘛，晓得，那要我给他一天几百的亿，那要我给他第路绕了，就要路绕个，那要种梦要种差不多，要得孬了嘛要。嗯，对，啊，你就继续说一下。还有，现在我们西江千户苗寨是中国，一个苗族一个。 天然的博物馆和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就现在有也是我们中国一个活化石，苗族
嗯，我们苗族研究了一个活化石，嗯，接下来接，然后绕一再以后嘛，因为我对你话的，路窄可控，古到些了，到下老也路话的那话，可控古了，么着莫得茶个北蒙啊，那都么话，我养鸭肉，蒙得做啊，那做鸡肉，到些了到下老那这，啊，就么到鸭，蒙正度，那都好多少好贴，那了呀，嗯，还有他现在，我们苗族就他。 现在，生活在了那里已经有差不多有800到1000年的历史了。那么现在我们那里的苗族，他还保持着自己的发型、服饰，还有民风民俗，还有一些生活习惯。现在就把这个我们几千年的苗族的历史的骨骼，就是骨骼，就是迁徙的一些骨骼。 都一直都还保存下来，嗯，现在保存的非常的完美。接下来呢，就路上了嘛，路上去啊，那话北边蒙下了好几，对么啊，跟隔离一波了嘛，一切都上了天。那接下来呢，就一路上去北方的那大西那了，北边蒙下了好呢，就变成那，被带几朝用的，带蒙古古了，带不好了，已经抓的古了，带把带摘了，已经要的古了，那一个哩啊，那这里就跟古不同，哎，多北方的带自己。 到那个国家，他一看到那个北边，个北边的北边路上猛的那些正正，那路上猛古啊，北边到，到也猛自己那了好，那这个也好融合。嗯嗯，现在有很世界有很多苗族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都到我们那里来考察研究我们苗族的文化。嗯，接下来就印象还的，就莫能到哇，叫古秋风，人家在这桥路，路路在桥路，人家在桥路了，都莫到好路上，那路上一切一那，哎，都莫。 那秋风在北方的，在根据了，在你要走几路到呀，你要找还是在北方，哪样？嗯嗯，现在我们那里现在中国政府，对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开发，已经就在支持的力度非常的大。现在我们新疆千户苗寨，它现在也是列入我们中国的四星级，马上要升到五星级的一个旅游景区。现在有很多世界苗族同胞，包括你看我们美国的很多。 上回那个美国的苗族领导也到过，包括全世界的苗族啊，还有旅游爱好者，包括国内的很多人都到过我们家乡去旅游。接下来就路上的嘛，人家一路上去哇，等那政府说了，人家我讲了嘛哇，我也还跳了些东西，第二个跑蒙的做几天，他今年了说对了嘛，整。 路上那还成绩那么正，到一路北往的记录那古天，记录那古那这些哈，等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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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成绩那么正，到一路北往的记录那古
我们，全世界苗族同胞，你们现在都分布在全世界很远，可能你们已经看不到我们苗族的历史文化，包括你们现在美国的同胞，因为你们在这里已经可能看不到。我希望邀请你们，你到我们黔东南，我们整个贵州黔东南，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们苗族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保持我们苗族的这个文化非常的完整，所以。你们想要了解苗族的话，欢迎你们回到中国，到我们黔东南去看一看。在这里，这个用先到啊，个关键是在下北方人在对谈到的，到北黔的能对了，就不要紧张，该别的组织，别的根据到了的，以后不要大家扯到别的根据，别的组织的，就那用先在到别大家们多说对，就那如果说一些人，那大家们扯北方的组织的，那么那我说北方的我靠扯根据，那到后头用先我个估摸了路黔到北，从孟说到天，往过后说到天，再到说到么到后，那就我别开始谈，就姑姑要么那么我。สอนเรียนนอเลซื้อเดี๋ยววันเต้เนี่ยดักกับหมูเจนั่นเองผมไม่รอรู้ได้ชีให้เราไปจงห้องเฉลยเนี่ยเราได้จะมีการเทวเต้เนี่ยดักกับหมูเจแท้หรือเนี่ยนะว่าคุณสิเรารู้แท้ตอนเต้เราเนี่ยวังเฟ่ห้องคุณห้องก็จะตอนเต้แล้วก็ผมว่าอีกคอเนี่ยนะว่าโปรเจกต์ได้ชีอยู่ตัวหมูว่าเราเป็นห้องแท้ว่าแต่ก็ตัวแข่งแท้เฟ่ห้องจะวันนี้อีกอันที่จะว่าคุณ将来的项目是什么对我们中国还是美国的苗族同胞啊你有什么项目吗有什么想法想法什么打算对对 对, 对谢谢、哦、首先一点我先讲就是说现在苗族居住最多呢是在贵州
刚才我觉得就是我们何会长呢也介绍西江苗寨好多的文化，这大些了，孟中山不来嘛，那都那记者了。那么就说我们在光是黔东南的服饰，都有好几十种。对对对，这些的对给我他们穿到一样的好了，因为不能老家贴。对，你比方说我是开里的苗族，那我们说多彩贵州，醉在黔东南，山水开里。 看西江苗寨，哦，是贴县苗族，贴县苗族啊，那比方说我们开里周西的苗族，夏是古镇，好，还有我们的斗牛、赛马、斗鸡、斗鸟，这个现在保留完，比传统的那只有在黔东南才能找到这种文化啊。那这种文化对于我做一个电影电视来说，就是我肯定是期盼世界的苗族，我们美国的苗族同胞要到我们黔东南，到我们开里，到我们十六个县市。 每个县的苗族不一样，雷山呢是牛角的，周西这边的苗族是我们国际甘龙乡芦笙节，村村寨寨都有芦笙，我们黄平这个芦笙一到古隆呢，还有我们崇安江呢，所以这个居住最多呢还是在我们这个黔东南。那我想就是通过这个这次我们到美国来就做一次文化交流和演出交流之后啊，得到这边朋友领导。 和我们同胞的这种热情接待，以后我想就说邀请大家到我们黔东南去拍电影，同时呢，就是我看到就是我们美国这边还保留这么好的那个苗族的功夫，昨天我也看到这个苗家刀、苗家的棍，还有其他的一些拳法啊，各种我觉得都很相似，和我们黔东南的武术，我觉得也是一样。那么我想就是将来会通过电影的方式。 继续传播我们苗族的文化，然后欢迎大家到黔东南去寻找我们那片，就是我们的根文化，根在中国去寻找去看我们就还有保留最完好的。这些人呢，就从先到我搞古别山岛呀，还得把那我记者呢，就龙庄去，得把人找好一点，因为本帮叫地朝，本帮岛呀，我那那好些一路一路庄去一路山去，得把人。 非常优秀的一个之一，非常棒的演员，非常棒。
เป็นก็ในก็ว่าเขาปล่อยวางเฟ้งของเต้เต้เตอร์นั่นพ่อหนึ่งหอกถ้าเราไปเที่ยวก็มาสาเราก็ช้าในเกตันเต้เราก็กู้อันโตได้มูบีนั่นได้เช่นนั่นเราเที่ยวก็สายเดียวอย่าวางเฟ้งของเนี่ยเราไม่ใช่กล่องเที่ยวเราไปพ้งไปว่าเราเที่ยวเขามูบีก็ย่องเที่ยวกันเจ๊กี้มั้งเที่ยวกูป้าที่เพื่อวางเฟ้งของเจ้าเต้เตอร์มันนี่ว่าต้องร่องตอนนี้มีอันเปลี่ยนเที่ยวร่องเห็นเนี่ยนี่มั่วเราอยากสู้จะได้กูป้อนมันยิ่งร่องเห็นนะอยากจะตันเต้เรา
到了还能捞了呢，嗯，所以我到那个到那个墓地，那就要靠人物要点，要到很多，叫到北叫的捞了要点，舍得到给那个啥的，等那个到时候比较就捞了还能捞要紧，差了，差了，嗯，就是说我就我呢，就是啊啊，王飞鸿呢，他有经验啊，做了20多部的电影，所以啊，如果我们结合起来，那是我们是更好的。 更好的。嗯，对对对，谢谢。谢谢，一定有机会，而且我也想，将来要和他还有我们这边的苗族同胞来做一部联合一起来做一部电影。对，这也好当的，这个人啥个北方晓得第五天那一天广州的王飞鸿的，北龙我这个也搞到一点毛病，可能也很巴结了那天。嗯，谢谢。嗯，谢谢。嗯，对，看到这个古早个老了嘛，就这个老个北方晓得，这个又被读，应该是和我毛病天啊，那个就我叫三，那到北京毛病能到我给天了，我给那一下轮到地了，那这个古也巴到北京碰到小个，这个古这个了，撇了撇晓得天，北方都是很多，看到这没晓得，你要给，我们去谈一下。嗯，好嘞，啊，那我想，这个我想有几句话想说，你说我们，就我说这个一句话，行，啊，嗯，啊，我想，嗯，我觉得我们苗族
苦一辈子，不怕苦，你就苦一阵子。嗯，所以我想把这句话你帮我发一下。你刚才这很重要，所以呢，我要想让你再说一次。我说我来跟他讲简单点，他这话有点深奥，因为带哲学。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要成功，然后要付出很多的辛苦，才能成功。还有，如果你想要想富起来，如果你想一辈子苦，那就苦一辈子。但是自己呢，用短时间吃一点苦。短时间内吃点苦，那就能富，以后都富起来。好嘞。我们在中国，他会讲，他是比较精简，就是怕苦，你就苦一辈子；怕苦就苦一辈子；不怕苦，你就苦一阵子。啊，阵子啊。OK。就是 OK。想要致富，你就富脑大。富脑大，你口大就富了。其实在中国的话，就几句话，它包含的含义非常的深远，非常大。因为这句话我也在我自己创业的时候，我也在摸索出来。然后我也在我们中国的新华社和香港商报各方面，我都在都在采访我这个。我就希望把这个话题给我们的一些苗族同胞，也在鼓舞他们今后在自己的生活要好好读书。OK。接下来呢，这个马来莫瓦的那我。ดูจู่ยอว่าเดี๋ยวนะขนาดนั้นขนาดตอนนี้จะเป็นมาเช่าคือไปย้อนจากเราโมเคเราเสร็จแล้วโอเคเดี๋ยวจู่ยอว่าเราหัวยังเจียงก็เราดูยงหันตัวไปถกเกินนั้นกูให้เดียอย่าไปมองเราเก๋วันหนึ่งอย่าเดียเป็นชายเดียไปเพิ่งคือน่าจะไปอย่าต่อคือมุ่งอิสิลีน่ะนะอย่าไปเพิ่งชายขอเก๋คือน่ะไปเพิ่งชายเก๋คือไปคือต่ออิสิเดี๋ยวชีไปท่อนชายขอเก๋คือน่ะขอเก๋ก็อยู่ตัวเชื่อเก๋ก็ท่อนชายคือน่าจะก็ตัวเชื่อว่าจะก็อ้วกเกียร์สิจะก็อ้วกมินจีสิจะก็ติดต่อละนั่นน่ะอย่างนึงความนั้นหรือว่าเธอเราในจะย้อน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เราย้อนให้มาเป็นนะเดี๋ยวจะเดินเราจะย้อนเส้นต่อในยามูจักรมูเจเลยว่าเดี๋ยวนะว่าเองก็ผมไม่เราลู่ไฮร้องเกิดวันเดียวว่าคุณมั่งเกิดว่าสองคนละเที่ยนจะปัจจัยเราดูก็เรากงเป๊ะเขาแล้วก็กูหลานลีละแต่ชิมาช่วยเราลู่แล้วจริงๆคุณว่าว่าลูกเชื่อแล้วก็อีเราลู่ต่อวันก็เที่ยนไปมาเมื่อสองอย่างลูกเชื่อจีเนี่ยตัวตัวส่วนใหญ่ตัวเขาคอสหรอบัตรเทจเชียแต่ในยูจิซาลิจ่าเดียวแต่ในมูเจนั่นหรอกับมูเล่มูฮูกับชิมัวรัวเดินเตมาเดินเต้น
嗯，他呢就是主要祝你路平安。嗯，谢谢。你回中国了，这也是你的家，以后欢迎你们再来。我走，我走，好嘞，我走，然后我们中国那边也有你们的家，所以就说以后我们美国这边同胞的家和我们贵州的苗族同胞的家，然后我们都是一个家。 么么咯咯，么么咯咯，哎，背里接的那了要了里接，那里接的了要背里接的是贴，那就背么么咯咯。哎，你真来，呀，哎，对，要得了的。你们要回家去讲，还有啊，要有什么话对我们全球的苗族啊，就美国苗族同胞说几句。我们那么接呢，不么得了，那去要海到北方，他那得这样，那得去没干了的，我那做着呢。首先呢，我们即将要回中国。 但是我们苗族同胞就是大家呢，就是，要多多注意身体，然后呢，要把小孩，要把培养他们学习，工作呢，要注意安全，然后呢，我们经常联络，然后就是一家人，然后要让小孩学会孝顺老人，自己工作呢，多努力，把我们的苗族的文化。 发扬推广。OK，从现在我个户海老的特色的别种，我们家没搞得，天天在那探讨搞晓得。那我路能到现在我好累啊，开对面都没有，对面都没有那个，这后面后头啊个，我北方的在做金托，咱们个老人家等待那这个晓得。啊，那我那个人家用个晓得，那我这包袱晓得，对吧？对啊，对，开对头个晓得，对开对头，有路接个，做个考个，那个人家用接，我做着往北方呢，我做着搞天啊，那那阿财个，我们在。 即将要离去，我觉得在这里，首先非常的感谢自己天我们美国的苗族同胞热情招待，我觉得歉意外语，我觉得想在电视机面前向他们鞠躬表示感谢。嗯，对呀，我讲到呀，各个外地对老早，我早主要对好了，那就我讲到晓得，再给再到，再给路，再给再到，再给去那头，那这边方一样，那就不用先到。 那个老卢克老师，你讲完没有？啊，讲完了。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高兴邀请，下次我们飞，我们王老师，我们还有我们乙，我们西阳村民，或是政府这边我们邀请，我们美国苗族的同胞的代表要到我们那里，以后我们要做个互相的访问，以后让我们苗族之间增加我们的情感。 也让你们美国苗族同胞要去看我们中国的中国苗族同胞的一些生活，让下一代的年轻人、青年、青少年要知道我们的祖先，知道我们苗族的文化，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这样的话，不过我们以后可以来这边看，到美国这边学习我们美国苗族同胞的一些先进的思想，也希望你们能够去那边的时候，给把你们。 好的思想，要给予我们这样的话，我们让我们学世界苗族同胞联系起来，让我们苗族的文化，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这样的话，不过我们以后可以来这边看，到美国这边学习我们美国苗族同胞的一些先进的思想，也希望你们能够去那边时候，给把你们好的思想，要给予我们这样的话，我们让我们苗族同胞每一个人都能够过上幸福的日子。嗯，从先到中，先到阿财，各个外家都从各个的，政府天那些的，让下头去学习，教育我，那么给教北方，要得去没干那天了，好多么讲，这边那路绕，给教天，哎，然后多么那个，抽风北方一样，北都跟要了好多，但好多多么那个，别晓得了，我以前很多车，以前很多那些，好像用些，从先到那些的多那天，那就话姑姑妈妈说那了，些个阿财各个外家去，你还有什么吗？就包括前两前几个月，我们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我们的
ยุ่งไหมเขาเจ้าฝูงจะไปเจ้าชิงไม่ละอ่าแต่ยงเชียนดาวอย่างยงเชียนดาวก็กูถามเป็นจิตใจเดียร์ยงขวาจินได้ตลอดนะยาววันนั้นนะยาเจ้าเขากี่เจ้าเขาเนี่ยจะเจ้าเขาอ่ากูมาเจ้าว่าจงฝืนตัวเราได้จะไม่การนะตัวแต่น่าแต่เป็นนะกูจะเป้าเดียร์จะเป้จะตีนะกูเป้กูให้แต่น่าจิตตัวมั่วชิดถ่ายกูจิตตัวเป้าเดียร์จะเป้ยังจีนหนึ่งได้จิตตัวจีนแต่ชิ่งกูจะมั่วตะเก็บพงศ์ยินแล้วแต่ลงชี้เจ้าก็ยงไอ้ก็เป้มองไม่การน
the now atai la ya ne rom be ti ma ho de ho yan jian ne ya pe tu ju yo ne to ne ro yi che yi la ya de che shuo mo kong mo be ti an ti no be ya pe tu tu pa e la ya pe tu ne na wa ne na superstar wa ya ne na wang pei hong ne bu ya pe tu tu wa yan ya cha hong ga lo wa da na dao te te lo ne te chi tie de ye len da ne je ku zong xia tai dang ge tie ka da na ku ya pe tu tu wa yan ya tie tu tu dao te te wa ne na eng ga he tie de ye le ku ku da na cha pe lo chi tha ke so ra su e ก็จะตัวได้ชนะหรือยอเทียกุนชังนั้นได้ก็ได้แต่ว่าเมื่อได้ชีไปมาชิทาตันได้ดีเทียยงเสียนดาวให้แต่ได้อยู่ในกลุ่มลงต่ออินตาอินตาก็จะต้องชีกุมามาในเมื่อหายหลุดห้องหลุดชัวเกณฑ์นะกุนชังก็ได้แต่ว่าไปเฉลยกุยต่อต้องสอบไปขัดเกณฑ์ชิทานั่นแหละเทียเอียแต่หน้าย้อนยุ่งในเสด็จไปมาหาชินจีตัวนี้ต่อหรือยอแต่นักกุยก็ยังว่าน่าจง